小孩，对。一个人玩捉迷藏的方法，准备东西：娃娃、米、缝衣针、红线、盐水、刀具等尖锐的东西。步骤一：解开玩偶，把里面的棉花全部拿出来，将米代替棉花填满。步骤二：放入自己的指甲，用准备好的红线把玩偶缝合，剩下的红线就落在娃娃身上后绑起来。步骤三：盐浴缸装满水之后，准备好一杯盐水。事前准备好，执行步骤确认。不要期待。收到尤家的联络是上午三点的事了。尤家不可能在这么晚的时间打电话给我，一定有什么急事。尤家的录音电话没有任何的记录，但是我的感觉，尤家可能发生什么事。RPG 日吧 ，RPG 玩 RPG 游戏的日子。call 晚上好，对不起，生日来拜访，请问尤家是不是在家？灯还亮着，真幸运，打扰了。这反应是啥小？外面下着如此激烈的雨，还是很失礼，在那么晚的时间，你很早啊。嘿、hey, ，某种意义上是蛮早来的啦，哼、嗯，对，蛮早的。咦，可以动了没？哦，是上下左右，不是 WSD 哦。意识，似乎是一个日历。啊，我只是看个马桶，为什么突然间又来一个？二楼传来的喊叫声，哎呀！是的啦，看一下东西嘞。哦，我半夜三更来吃什么寿司啊？完全变冷了，有酒臭味。哇，豪华，没问题啦，没人吃我吃。这是什么？一个急救箱。睡觉了啦，都几点了啦？祭坛的钥匙，啊，就像莫名其妙拿到了一个祭坛的钥匙。然后我们再回去看看，被锁住了，物品有什么？发现了火柴。哦 ，Yuka， 怎么会这样 ？Yuka。Yuka 死掉了，现在我要装作没看过三代的样子。我会怕。啊，叔叔，我接上你那也死去啊！你吐了好多鼻血哦，你喷了好多鼻血哦，那血是从鼻子里面流出来的吧？怎么回事？颜色是不是变得很奇怪啊？是我看错了吗？颜色好像变红了一点，是我的错觉吗？这壁炉看起来还能用，好可怕！上面有番茄酱，啊，傻小。我不想玩。哎，你好，来。哦，这是设计不良吧？那设计不良吧？哎，还不能够存档 ，Oh my god！
下书库的钥匙，所以是去地下。地下是往这里吗？被锁住了，可是我不哪知道哪个是书库啊？还真的是这里是书库、啊，先存档再说。那什么，排列着旧的书，这里好像没什么调查的必要，没有调查的必要。排列着旧的书，难懂的书，各式各样的图鉴。堆积着旧的书，民俗学的书，好厉害！光是看这么多书，光是看这头床就要变痛了。如果全部都是小说的话，我不会痛啊。如果是一大堆什么学的书，大概它那个那个上面会有一层很明显的灰吧。然后我到底进去来干嘛的？啊，我进去来干嘛的？它什么东西都没有呢？人灵的西式房间是哪里啊？这个啊，巴萨玛，巴萨玛西皮呀，啊，哦，巴萨玛，どうしてこんなことに？不知道，看看有什么，发现浴室的钥匙。许多的废纸，浴室在哪里？哎，什么剧情了？我昨天还没看过，真是的，吓我一跳。电脑处于休眠状态，这是什么？一个人捉迷藏？什么是一个人捉迷藏？别名也称为一人捉迷藏，算是降临术咒术咒术的一种。被当作仪式的贡品使用，扶幽灵等一直没能重活的灵的魂，因为想要实体召唤这些灵附在娃娃上，这样做与灵接触，目的就提高咒术师的素质。但灵感强的人，有灵媒体质的人，不建议一个人玩捉迷藏。假使玩了一个人的捉迷藏，后果请自行负责。无论发生什么事，管理员不承担任何责任。说，我现在碰到的状况，原因是一个人的捉迷藏。我相信这个网站一定会有解决的方法，必须找到一些解决的方法。有了一个人捉迷藏结束的方法。马大大哟。没有啦，你没有 miss 给大啦，那傻小。这阵子还没有结束，都是你。拜拜。啊哈！啊哈！不是，我怎么保死了？哎！哎呀呀！不要笑声，不要笑声。没有笑声就是结束了。好，我要回去了。电源线已被破坏。啊，要去找一下电源线哦，什么鬼？一本笔记，小春总是把储藏室的钥匙带拿出去。我决定把钥匙藏在大厅的时钟后面一段时间，因为那有高价的火被弄坏的话，绝不忍耐。好，好哦。昂贵的西装整理得很干净，所以我上次去客厅的，为了找那个时钟钥匙，客厅在这。这先生还小姐，你太大队长，不是，哎，你吃寿司，那寿司是我的呢，你怎么吃掉了，还卡在那里哦？不是啊，我想要去找寿司，你干嘛出来啊？刚刚才结束掉你那边的瘾。啊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为什么在这里？为什么在这里？我死皮啊，我死定了。我不能够马上出去。
我不想说他还没出现的时候赶快出去可以，然后再看他吃一次，你吃三次啊！看你吃三次啊！見つけた。拜拜。这一间，董小姐好。现在要时钟买这个是时钟吗？什么娃娃吃东西的之类的，其实不可能。你看到娃娃动就已经很奇怪了，还有什么不可能的？不是时钟，无看到啊。三回，该不会我还要再回去看一次吧？还真的是呢，哎，真的是浴室这里，打开了。What the？一台洗衣机，还被腰斩呢。呻吟着，声音结束了。怎么了？到底怎么了？傻小，傻小，让我走。傻小，傻小，等一下，我要存在下面。傻小，Oh my God，what the fuck is this？我不太想去触摸身体。二少侠，我在等一下，心脏好像跳得有点快了。等一下，刚刚待我该不会待会会有一个半身怪会让人一直追击吧？没有用的东西，没有用的东西，似乎没有什么不同。放着坏掉的电脑和一些零件。哦。所以我要在这里找那个缆线，是不是？好像有什么，放下了电线，放下了抓氧气，抓氧气撒小，从底下拿不到的东西可以使用，好哦，这样的话就可以启动电脑了。小妹妹，这样子对眼睛不好哦，刚才的网站。一个人的捉迷藏结束的方法。步骤一：盐水倒进杯子一半，含进口中。当你准备好了，就去寻找娃娃。步骤二：如果发现了娃娃，将口中的盐水和杯中的盐水喷向娃娃。所以我是要找盐水。步骤三：朝着娃娃说三次"我赢了"。这样一个人的捉迷藏就结束了，然后请务必烧掉娃娃。这是什么？这种东西根本已经不是游戏了。现在发生的事情与在这里写的这个完全不同，有什么解决方法？现在还不知道。还打雷，但是有可能是什么提示？盐水燃烧娃娃，哈？燃烧娃娃，刚刚好像有拿到一个火柴，你该不会就是那个东西吧？对的，没记错的话，二楼客厅有个壁炉，有什么办法可以抓住那个娃娃，拿到二楼的壁炉烧掉？盐水，壁炉燃烧娃娃的东西，要用什么抓娃娃呢？看来需要一些东西，必须找一找。好，盐水是否有效不知道，基本上最好带。刚刚第一张我都存了一大堆。Oh my god！嗨，你好，你怎么在这里？还不给存档？粘着胶带。对了，用这个限制住娃娃的行动，能让人停止。然后拿到了粘着胶带，放到地板上的某个地方，然后之后诱导那个娃娃的话，贴在哪里？一楼大厅那个狭小的走廊就贴在那里好了。好，
哦，哦，shit！Oh my！有什么在里面吗？啊，不要啊，不要！怎么听起来怪怪的？书库在这里。我觉得我真不行啊！啊，臭熊！臭熊，我走到死路了，等下。我走到死路了。特别的东西，这有什么东西是可以用的？下来这里，粘着胶带。哈，我他不是值得买的，好哦。然后我还要去找他哦，我。来看电视。見つけた。走开。抓到了，对着我使用的盐水，这个必须烧掉。啊，等一下，你还没说母婴了，捡起了诅咒的娃娃，捡起了诅咒娃娃，快走，上楼。哦，我突然间变得好沉重。啊！大小声，你滚开！必须赶快烧掉！啊！你这样不没作用，烧掉！烧起来！结束了，结束了。Yuka， 我们啊，大小，哎，我是下载错版本吗？哎，嗯。我是下载爆版本哦，只是下载再有到第一章而已，是不是？